装吸线，扯直啊，扯直，吸线扯直，嗯，然后把这里给它拉起来，这有个按钮是吧？对，把这个给它拉起来，嗯，因为它这个滚轮是卡住了嘛，对对对，把它拉起来，然后穿进去，这里一个孔啊，插在这孔里面去，哦，有一个喷子一样东西是吧？对，等一下我检查一下这个孔。那你如果说是对不准，你就可以这样，然后再这样穿，用手穿。穿好了再这样再给它扭紧，好吧？好，这里穿进去以后，这里要绕一下。哦。在这里绕一下。绕一下，绕到这边来，这样绕是吧？对，这样绕一下。这样一个轨迹绕过来是吧？绕完以后这样压下去，然后再拉下去。然后把这打开就按静息，可能就是速度太快了，跑慢一点。这就是上吸线。对。OK， 那就结束了是吧？这个视频。